道这次片子也不是要外地的工作的而已好啊，啊，导演不会很失望。我跟你说，很容易就觉得说，这也是个危机啊。我们都需要寻求圣灵的帮助，无论我们多蒙恩，我们都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，这会避免我们中间有寡和弟兄的产生。那第二个，它是摸到身体啊，说到身体啊，说到生命，是生机的，因为这个身体乃是个生机，所以第二篇说到长老的产生，乃是在生命中产生，好要来照亮身体的照亮神的教会。那什么是长老？长老就是啊，生命中啊成熟，但这个成熟啊也是啊，不是绝对性，是相对性。比如说五岁的跟三岁的讲，那当然五岁的就比三岁的成熟，五岁的就是三岁的长老啊。那这样，所以这个没有绝对性。我们去牧养人、照顾人，我们就是他的长老。所以长老不重在只是他那个身份，乃是重在是一个牧养人的人。那说到监督啊，我一说到监督，以为都高高在上，在那边看，哎，有需要你给我过去，哎，你给我过去，错误啊！监督啊，是不是啊？主要还是看群养的需要，然后去就近群养，苦就悲，去服侍圣徒，这才是监督的功用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人，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。一方面要做一个乐意服侍人的人。曾经啊，花莲教会去问跟李兄讲说，他们花莲教会要设立长老。那李兄讲说，设立长老很简单，你要做长老，你带五十个人得救，你用牧羊五十个人就是长老。你有本事的话，你就是长老。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能够生，你能够养，你是在生命上长大，你就是长老。这意思给我们打破我们地位主妇的观念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做一个生的人，也做一个牧养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神心意中的长老。那第三个说到神在教会中他那个行政，不是专注，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，乃是神子，是神的儿子来治理神的家。那他今天如何来治理神的家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，一个就是借着说话，第二个就是借着身体的交通。我们若不取代元首的权柄，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，我们服侍的根据需要有话，不是凭着我的观念，不是凭着我的想法，照着我的喜好去服侍人。我需要有从主来常识的话，也有及时的话。请问弟兄们，你在心里面服侍，在圣徒中，你有没有话？他声音很弱啊！我要说有话。我们需要是一个经营化的人，因为在教会中的行政代理。主要的不是外面的工作，乃是个供应。我们需要像主一样，要有受教者的舌头，常常能够听见主的说话，好像我们知道如何用言语来扶助那些软弱疲乏的人。其实我并不是圣徒啊，常常最为难就是缺少话。有时候是明明知道他有需要，但是就是没有同款。没有同主的话，光是人的话，千言万语都是无闻的兵器。只要一句从神来的话，能够剥夺他的心，点活他的灵，他就活过来。不在于说多说少，乃在于要有主同主来及时的说话。我们牧养人很需要有主的说话。那一方面就是啊，我们的配搭需要在身体中，需要有交通。那刚才提问讲说，我们在交通中啊，也可以敞开，甚至能够辩论啊。但是啊，要辩论不简单，你要知道啊，一辩论起来火气就不大，争
恩的你死我活啊，然后列国国主出嘛，你看朝有辩论啊，没有血腥啊，多半辩论过来都是不欢不散，从古之后肯定有这个在，这是证明真正的辩论必须是在灵里，不能在肉体，不能在血气里，不然的话所有的辩论都会导致死亡。所以你弟兄啊，他是做辩论，他说他初级是感情动作，看见弟兄们在那辩论的时候，他是他的，他很清楚，他的肉体，他这个人没有受对付，他只要参与那个战场就完蛋，整个局面就更混乱。直到他很清楚，他这个人受了对付，他才把他的看法、他的意见讲出来。我们要学习是健康的辩论，才会带进同心合意。我觉得在这个行动中，我们需要有过多的交通啊，才会带下主的祝福。感谢主，像啊这个龟山教会有需要啊，不是啊龟山教会，然后去桃园教会，然后一声令下众教会配合啊，感谢主，不是我们俩是在教会中，给众圣徒都有机会。为了这个龟山的学生中心，是要一同摆上。感谢赞美主，现在已经是完满的达成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几天不用坐在这里笑眯眯的。感谢主，在身体里就能够应付我们所有各地教会的需要，带下主的祝福。那第四篇跟第五篇呢、啊，主要是说到长老的资格和长老的职分，那提的点很多。我只讲三个重点。做长老，第一个是根据生命，因为长老是从生命中产生的，他需要凭着复活的生命，不是凭着天然的生命。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够资格。阿爸们，光提我在前书三章的第一个资格我就讲到，必须无可指责。弟兄们，请问谁有胆子说我是无可指责？我站出来，谁人敢讲说我有错？有谁敢站？